都在这里是吧？今天带你们去见一个人，是见谁啊？先跟我走吧，走吧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上车。他睡觉了吗？不行。昨天晚上闹了一夜，真的。走了。你慢一点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上车。今天呢，带你们去体验一下，见一个人，都放好了吧？放好了。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，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去做一些年轻人该做的事情。我也知道你们没有去过城市，但是我们在大山里面就应该去做大山里面该做的事情。今天带你们去这个地方。我希望我们大家能懂得互相帮助、互相包容，也希望你们今天去这个地方能认识一些道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出发吧，走，上车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，走，我们出发吧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好，把车停在那边，啊，停在那边，好。这悠长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那个，这边路可能说进不去车，我们只能拿过去了，好吧？嗯，好，我们一起拿过去吧。这个给我来拿，这给我来拿，慢一点啊。你拿那么多，你看他拿一点没事没事没事，来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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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上面那个香蕉，香蕉，走，前面就到了，慢一点啊。哎，爷爷你好，怎么你在这里？奶奶呢？又进来个，奶奶在屋子里面，我们今天来看看奶奶。啊，来看看奶奶，这是谁？爷爷听不到，我们先进去吧，好吧，先进去吧，走吧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。哎，这，哎，奶奶，哎，你这怎么了？哎，姥姥不中用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，哎，快来，帮忙拿手机来，啊，拿手机来哈，来，啊，来来。慢点，慢点，你怎么摔倒了呀？哎呀，姥姥不中用了，来来来，姥姥不中用了，来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走，那个我们先进去吧，走吧，慢点，慢点，进去了，那手机吧，把这东西都拿进去吧，好，奶奶别难受啊，别难受，奶奶别难受，好，来先坐在这里，先坐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来看看你。失职了，没事，你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，慢点，坐在那里哈。我今天来看看你哈，我今天来看看你的，嗯，你不要那个太难受了哈。刚刚怎么回事呀？是提水了没提的好吗？提水没提的，脚也太忙挂住了。那个去扶一下爷爷来，去两人扶一下爷爷来，慢点，去扶一下爷爷来。慢一点，爷爷。慢点，慢点，爷爷。最近耳朵还听不见吗？哦，还是听不见，还是听不见。坐在那里，扶一下，慢，坐在那里。那个一万，那个门口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拿过来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好好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奶奶呢？哎，你这是干嘛？这些那东西叫你们吃点这东西。哎呦，我们不用吃，我就是来看看你的。啊，你们都吃点，吃点。那你们拿一点吧，拿一点，拿吃了吧。拿吃，拿吃。奶奶，谢谢。你先放在这里。中午有没有吃饭吗？吃了。吃的什么呀？哎呀，哥，就会吃点这个嘛。怎么那个？哥，吃这种。哎呀，怎么又吃这些东西呀？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吃这些东西吗？啊，没在这嘛。那你这样，你先坐下，先坐下来，先坐在那里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爷爷这最近还是听不到。
但就是俺到了有点冷，俺到有点还听白听不懂，还听不到。嗯，那个，你的鞋子呢？嗯，我那哎呦，糊涂了，听我说那说叫掉那的可掉不得了。哎呦，你看这，这地上都是钉钉，等一下扎到脚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哎呦，姥姥难过了。别难受，别难受，那个。嗯，我们给奶奶买的鞋子呢？嗯，在这儿，拿过来给她换上来，来给她换上来。乖，你们的车了。没事，奶奶，奶奶，不用哭，不用不要难受。嗯。我们年轻，知道吧？嗯。那个，那个爷爷也有，给爷爷鞋子也拿过去，给爷爷也买了一双，给爷爷也换上。好。爷爷，换双新的鞋，孩子啊啊，新的鞋子合适吧？合适。合适就行。行，那个，我去看一下奶奶哈。啊，奶奶这个鞋子合不合适啊？合适啊，合适啊。嗯，真的我也不今年要买孩子要买些东西了，我说我也不够。没事奶奶，不要难受。没事奶奶，那个，没事奶奶，那个，先扶奶奶起来。不容易啊。没事没事。奶奶别哭了，那个奶奶哭了我都想哭。哎呦，你看对吧？没关系的，那个爷爷这个可以吧？爷爷别难受啊，啊，开心一点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开心一点，开心。对人嘛，对对。奶奶呢？她拿凳子来坐坐来坐。不坐了，奶奶，你听我讲。坐，拿下来。我马上我就要走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哈。你在家呢，照顾好爷爷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看这些呢都是我的朋友，然后这个呢是我的女朋友，也就是你的孙媳妇哈。嗯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太难受哈。嗯，奶奶，我经常听这样提起你，一直说来看您，来看您都没来。嗯，今天见到你，啊，咋的？我的，哦哦，别难受啊，真的。嗯，下次你多来看看奶奶呗，对吧？嗯，你们也不要难受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奶奶，别哭了，真的。哎，我等一下马上就要走了，我给爷爷说两句话，好吧？我给爷爷说两句话。嗯。爷爷，那个，谢谢你老哥，莫忘你老哥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真的，奶奶，我们那个，我们就走了，好吧？吃饭呢，吃饭，快吃吃饭。哎，饭给你们吃，煮饭给你们吃。饭就不吃了。吃了，奶奶，吃吃饭，不吃了。你这干嘛呀？哎呦，因为那小姐意思，那那那，啊，我不要不要，奶奶，拿拿拿拿，不要不要，你比我们还辛苦，我们小姐心意，我那小姐心意，拿着拿着吧，奶奶的心意，拿着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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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奶奶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哎，拿拿拿，谢谢奶奶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拿着。哎呦，奶奶，奶奶，谢谢，哎，娃娃奶，娃娃没事，娃娃你给他吧，给他吧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奶奶，你听我讲。我呢，天天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没有时间来天天看你。你在家呢，这好好照顾爷爷。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，嗯，别太难受，行不行？好，对了，奶奶，谢谢，别哭，别哭，奶奶，别哭，奶奶了。嗯，别哭，奶奶，不要哭。嗯，那我们那个，那这样吧，拿来一下，来，那个你们都过来一下，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一下。你们过来一下来，过来一下。今天呢，为什么能让你们一起拿这个10块钱？就是希望让你们知道做人是怎么做的。奶奶赚钱也不容易，奶奶给我们10块钱呢，说真的，我们心里面呢都挺难受的。我们大家呢都是人人平等的，都是互相互帮助的。我也希望你们今天能知道这个道理，好吧，把这些钱都给我吧。那我们过去吧，走吧。那个奶奶，我们马上就可能说要走了。你看那个就是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吧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行不行？那个来来来，你们站在一起准备合个照，好吧？来，准备来合个照，好不好？不吃吃饭吗？不吃饭，来，我给你们照张相，好，你们蹲在那里，来，给你们照张相，好吧？来来来。来来站好，站在这边，来来往这边站，一起来照个相，来。好。来来来，三二
一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那奶奶，我们就准备走了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我们就准备走了，你在家呢，好好照顾爷爷，好吧？娘。你们这些东西嘛，你们拿着点可能是。不用。点可能，我们也吃不了。没有，不用。桃花，那孩子呢？在里面了。哦，那你去。哦，那你抱出来，我们要走了。奶奶，我们就走了。你在家呢，好好呢，就是照顾爷爷，知道吧？别太难受了，真的，别太难受了，奶奶。别太难受了。那我们就走了，好吧？行吧。啊，没有时间嘛，常回来搞。好。到了，奶奶。那我们就走了，好吧？我们走了，奶奶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不用。对呀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刚那个红包还没给他呢。那你去给奶奶，那你去给奶奶。你去吧。你去，你给他。奶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给你的。哎，不行，马哥了，你拿着，拿着，奶奶，拿着，马哥了，拿着。哎呦，你们挣钱不用急啊，你们那我不能想拿的够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我们先走了，好，我们也想把车回来，好，拜拜，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郑阳。今天确实呢，看到他们一个比一个难受，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以后也有老的那么一天。今天可能说郑阳没有多大的本事，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，但是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始终相信一句话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支持，感谢你们。